加拿大中国妇女互助协会协会宗旨，促进加华女性团结互助，自强自立，更好地融入加拿大社会。围绕着这个宗旨，我们努力把协会打造成一个华人女性交流信息、互帮互爱的平台。我们是社区服务型组织，我们希望妇女协会的工作能给您和您的家人在加拿大的生活带来更多的便利，也使我们华人移民能够健康、幸福、快乐地生活在这片美丽富饶的国度。也请大家浏览我们的网站 ccwaa2020.com， 还有我们的同名 YouTube 频道 ccwaa。尽管我们的人不多，但是我还是要这样开场，因为我们这次活动呢是由中国加拿大中国妇女互助协会来主办的。那我们加拿大妇女互助协会呢是我们社区的一个非盈利机构，我们鼓励呢我们的华裔妇女呢都积极的参与到我们这样的活动当中来。我们有个网站呢是 wccwaa2020.com，然后我们还有 YouTube 频道是 CCWAA， 我们的所有的讲座的视频呢都会在 YouTube 上面播放，会有回放。那么大家可以呢在 YouTube 上点击订阅，然后呢可以靠观看这些回放。那么今天呢是 Vivian 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肚皮舞，那 Vivian 老师是每周二的7点钟到8点钟，来替我们教授这方面的舞蹈。 Vivian 老师他有自己的学校，叫加拿大东方的风情舞团，你自己的舞蹈团，如果有想要学的话呢可以私信联系他。那他也是在舞蹈方东方舞方面呢也是非常有造就的，参加过很多的比赛，并且获得过呢专业比赛的第二名。那我们现在呢就请薇薇老师呢给我们讲解。而且我手臂往上吸气，呼气落下，再来一次，吸气往上，慢慢往下，最后一次，好，头反方向，好，肩膀从前往后，对，再来，慢慢来，再慢一点，前上后，对，感觉你的肩胛骨在加紧，往后的时候，对，再来一次，胸腰提起来，对，再来，好，手打开，把你的胸腰左右推出去，对，胯不动，慢慢来，好，收回来，推出去，胸腰在中间，把胯推出去，对，反方向，左右，对，尽量保持你的胸腰在中间，对，胸腰在中间，对，把胯推出去，使劲，对，非常好，继续保持呼吸，推到你最大的幅度，好，手收回来，往下走，胸腰往下走，头抬起来，非常好，对，
转达侧边，转达反方向，头依然在上边。好，慢慢起身。非常好啊，来，我们说一下啊，第一节课呢，给大家讲了一个稍微有一点点难度的肚皮舞，对，大家可能觉得有一点点难，那我们从这节课开始，新的课开始，我们就慢慢的讲，从最基础的基本功，最基础的站姿开始讲，然后每节课会有一到两个小的基本功动作，最后我们会穿起来一个小的成品舞，大家会有一个收获感，会跳起来一个小成品舞。好，来，我们先说一下基本站姿啊。首先，不管任何舞蹈，不光是肚皮舞，任何的舞蹈都是一样。你首先站的时候，一定要把你的小腹收起来。对，对，收起来。如果看侧面的时候，有的同学会觉得，哦，这样翘起来会有曲线好看，但这样会极其的伤你的整个的小后面的后腰，所以一定要把后面的胯收起来，这样是对的。对，等于说你的骨盆跟地面是平行的就对了，收起来，这样是对的，这样是不对的。对，不能把屁股翘起来，收起来，然后把你的胸腰，看现在是放松的时候，提起来，对，提起来。感觉你吸一口气，然后停在那里不动，对，停住，然后放松，再来一次，五六七，吸，对，这个时候是你的胸腰提起来的状态，但是要注意的是，吸起来的时候，看有的同学吸起来的时候，你的肩膀就跟着提起来了，肩膀放松，放松，对。肩膀放松，手臂放松，看好，放松呼吸，然后五六七，起，对，肩膀放松，好，胸落下，再来一次，五六七，起，肩膀放松，对，看你的肩膀和你的脖子和你的头都是放松的状态，看大家有时候一坐的时候，五六七，起，就这样起来了，头放松，对。头放松，脖子放松，对，还是收下巴，收起来，哎，下巴收起来，然后肩膀放松，对，然后五六七，起，脖子收起来，对，这样就好看了，对，再来一次，五六七，起，哎，这样就好看了。这个是大家经常会犯的错误，因为大家经常有的时候坐着时间长了，看电视就一直这样。对，所以经常记住五六七，吸一口气，找到你的胸腰提起来的感觉。对，这里使劲，你的胸下面的肋骨这里使劲，和你后面的肩胛骨后面这里，这两个点，对，这两个点来发力，把你的胸腰提起来。然后一定注意肩膀不要使劲，脖子放松，收下巴。对，对，然后第一点就是把你的胯收起来，小腹收起来。然后胸腰提起来，收下巴，落肩膀。对，下一个我们要讲的就是肩。肩也是大家经常会不注意的地方，含胸然后扭肩是大家最常见的问题。所以你要想有一个好看的肩膀，一定要注意你的肩的姿势姿态，包括跳舞里面是一样的。首先，在我们之前热身的时候那个动作。首先把你的肩膀往前送，对，往前送，然后往上走，对，非常好，然后往后走，然后落下去，对，经常练这个动作，前上后下，前上后下，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然后注意的是看你的手呀，
你的手臂是放松的，完全是放松的。对，你的发力点是在你的肩膀，等于我动肩的时候，我的手可以不动。看我的小手臂基本上是不动的，一二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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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保持你的小手臂不动。对，另外一侧是一样的，五六七走，前，上，后。下，对，可以把你的手收起来，往前放，对，不要把它张开，张开就退步好，不容易做。收起来，对，在你的胸前，让你的余光可以看到你的手臂，然后把你的小手臂放松，对，然后左前，上，后，下，前，看，往前的时候是完全的往前走，没有往上。对，前、上、后、下、前、上、后、下，手放松，手不要翻过来，手放松。对，五、六、七，走，前、上、后、下，小手臂放松，一、二、三、四，一、二、三。四连起来，一、二、一、二、一、二、一、二，对，胳膊肘也放松，不要把胳膊肘撅出去，主要就是全部在你的肩膀这里发力。这个动作特别会练你的，有的同学会肩膀会酸呀、肩周炎呀，这个动作特别会练你的肩膀，对，把你整个这个肩颈的肌肉都把它激活起来。对，等你的整个这个地方激活以后，站姿站的时候，把你的肩膀落下去，就整个就放在我们肩膀一二三四落到后面的时候，就落在那儿了。对，就不要再动了。然后手臂打开的幅度，是让你的余光能看得到你的手臂的地方，千万不要把它张开，对，张开就不好看了。收起来，这是你的空间，对你跳舞的空间，把自己包起来，而且你的手臂不能有棱角，对，对，一定要有一个弧度，感觉有一滴水从你的肩膀一滴水从你的肩膀滴上去，可以一直流到你的手指尖儿，不会，对，不会滴下去，所以千万不能有这种，不能有这样，不能有这样，对，不能有任何棱角。对，对，而且是你的余光能看到你的手，不能太张得太开，对，环抱起来，对，这是几点特别重要的站姿。第一个，小腹收起来，对，不能翘着屁股跳，小腹收起来。然后第二点，胸要提起来，对。第三个，把下巴收起来，不能这样跳，下巴收起来，肩膀。第四个，肩膀。从前向上向后落下，然后手臂自然在身体两侧打开。对，这是这几点我们跳舞当中的基本站姿，所有的情况都是差不多是这样。比如说，我们开始舞蹈开始之前的准备姿势基本上是这样：手臂双手打开，然后你的双脚应该有的时候你会直接在舞台中间开始跳。那你就把重心放在两脚之间，然后把手臂自然两侧打开，然后小腹收起来，胸要提起来，肩膀向后落下，收下巴，手臂打开，这个是基本准备姿势。如果你从台的侧面上来，那你有可能是一条腿在前，一条腿在后。比如说你的主力腿是左腿，右腿在后，那你的主力身体的重心就放在你的主力腿上。依然是手臂打开，对，然后你的重心前倾，这样准备，然后五六七走，五六七八走到舞台前面再开始跳，对，所以是一样的，就注意一定要你的基本站姿，从开始那一刻就要准备好，对，来我看一下啊，来，小腹收起来，对，胸要提起来，对，肩膀。向前向后落下，手臂自然打开，
对，非常好啊，非常好。对，这个是我们讲的基本站姿。对，然后再讲几个手臂的位置，也是我们之后今天啊这一期课里会讲到的手臂的位置。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的这个，对，手臂向两侧打开，我们会做胯的动作，胯的动作，胯的动作，手臂基本上是这样。对，然后还会有是这样的。一只手在你的脸颊，对，然后另外一只手抱着，环抱着你的腰的侧边，对，非常好，对，然后你的手呀，可以轻轻的放在搭在你的脸颊上，轻轻的手臂啊，手指放松，手指放松，对，然后轻轻的放在脸颊，然后另外一只手轻轻的搭在你的胯上，但是不要挡住你的胯。因为你还会要做，比如说胯的动作，对，轻轻的搭在这里就好了，对，然后会做胯，胯，然后换，对，然后看搭在胯的这个手的手臂啊，不要太环起来，稍微架起来一点点，对，稍微架起来一点点，对，这样感觉你的人是在一个框架里。对，不要太拘谨，拘起来。对，五六七换，非常好啊！来，五六七换，哎，非常好，一二三四，五六七换，二二三四，五六七换，三二三四。五六七换，哎，这就非常好了。对，找到感觉了。对，非常好啊，非常好，找到感觉了。然后就是我们的，一二三四五六七，二二三四五六七，打开，三二三四五六七，四二三四五六七，对，非常好啊，非常好，对。这是几个手臂，我们之后会用到的。然后看胯，胯也非常简单。最基础的一个胯的动作就是左右的顶胯，对，就是我们刚才一二一二，对，左右的顶胯是我们之前在拉伸里的时候，把你的胯推出去，把你的胯推出去，推到最大的幅度，对，找到那个感觉。但是呢，在舞蹈当中，你的胯、你的腿不会分得那么开，不会像我们拉伸的时候把两个腿打开这样跳，那样就非常不好看。所以把你的腿啊打开，与肩同宽的距离打开一点点，对，一点点，差不多一脚半的距离就可以了。对，然后把你的胯一样的推出去，一样的推出去，一、二、一。一、二、一、二，对，一、二、一、二，对，非常好，对，对，然后，对，把手，对，手放松，对，大家有的时候啊，因为肚皮舞呢，它是一个非常注重于小肌肉群的舞蹈，所以说你在动胯的时候，基本上其他的地方都会放松。做十米的时候，就只是十米这里，其他的胸、其他的手臂全都是放松，你可以做其他的动作，完全不会影响。对，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刺激小肌肉群，所以你动胯的时候，一二一二，其他的地方都放松，包括你的手也放松。对，开始大家刚开始接触肚皮舞的时候，动胯的时候，你看手也会跟着特别紧张的支起来。对。这样的话，给大家看起来，观众就觉得很紧张，所以一定要放松。对，手臂放松，上半身放松，只是动胯，胯，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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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非常放松的跳。对对，来，我们练一下这个胯啊。来。基本站姿站好，小腹收起来，
同样提起来，肩膀向后落下，小下巴收起来，手臂两侧打开，两脚分开，差不多与肩同宽的距离。对，手臂放松。三、五、六、七、八、一、二、一、二，手臂放松，一、二、一、二、一、二、一、二，非常好，一、二、一，好，一边两个，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三个，一、二、三，一、二、三，非常好，一、二、三，需要挺起来，二、三，对，一、二，下巴收起来，保持你的表情自然放松，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再一遍一个，一、二、左、右、左、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一边两个，一、二、二、二。里边三个，三，二，三，再三个，接着做，四，一，二，三，一，二，三，二，三，三，对，一，二，三，继续，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非常好。对，你的腰提起来，对，手臂放松，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手臂放松，继续保持呼吸，坚持啊，非常啊，非常好，对，对，非常好。表情很好，一定记住，对，一定记住你，除了又累了，没有，我笑呢、哎，非常好啊，就记住你一定是把你的胯用力的同时，把你其他的部分放松就对了，所以就是你的手臂要放松，你的胸要放松，你的头放松，对，脖子也放松，这样你就不会很累，对，只是动你的胯。对，对，非常好，对，然后回家就可以多练、把胯练灵活，比如说练的时候就可以把你的两腿分开，然后把你的胯两侧推，两侧推，两侧推，这样会，对，这样会把你的整个胯的这块的肌肉分离度能练得开，这样你的胯、对，你的胯在顶胯的时候幅度就会更大，对。这样也会练啊，把你整个胯部的肌肉会练得很好，因为有好多人胯不好，对，腰不好，胯不好，这个动作非常练你腰胯这块的肌肉，强化你整个腰腹这块的肌肉，会让你整个你的胯、你的腰会比较健康。对，谢谢。对，对，然后还有一个注意的，还有一个注意的一点就是在你做胯的时候，尽量把你的身体保持在中间。对，尽量不要做成把你的身体、对，也跟着，对，尽量把你的身体在中间，只是动你的胯。对，二，一，二，一，二，对，非常好，二，一，二，一，哎，非常好，动的已经，对，已经分离的很开了，非常好啊，对，手臂也很放松，对，特别好。对，谢谢，非常好，非常好。然后试着看，我们试着走，
一、二、三、四，做四个，两个方向，一、二、三、四，做四个，然后再做四个加手臂的，一，对，看，往这一侧的时候，我转过来，啊，往左走的时候，如果你顶的是左胯，你的手是右手在你的侧，右手在你的臂夹，对，这样对，然后换手换胯，左手在脸颊，然后推右胯，对，等于说哪一个胯出去，你可以看到你的胯，对，就把手包起来，一。二，对，不要太，对，头不要太低，太低了就让，对，就给一个眼神就好了，这样，一，二，一，二，对，好像不好看，反了，反不好了，看，对，这个对反了，了，这个是这样，对，对，往哪边看？这样的不对，不对，反了，对，反这了，样。不你是，放起来的时我要候，是顶这个胯的话，我手是哪个？你顶左边胯的时候，对，这个是对的，手是右手，对，右手扶脸，左手行，对，会了。一，对，一，一，对，然后换，二，对，对，换，对，这回就对了，慢慢练了，慢慢再练了这个。对。来，我们试一下啊！我跟大家做一样的，跟我做一样的一侧啊。来，手。我们先做大家的左边。来，五六七，走，一，换，换，三，换，四，换，一。二、三、四、一、二，没你做的好看，老师。先把手弄明白了之后，再纠正动作。对，先把手弄明白了，来，还是先往左边啊，来，五六七，走，一、二、三。脚不动，就是胯动。对，脚不动，对，只有胯。对，来，五六七，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五、七。八，对，非常好，这回手能倒过来了。对，然像后弹现在看，琴一样然后的，现在看动作，动作为什么有点不太一样？动作对，为不什好么不太看。一样？是因为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身体，你看走的时候，你的身体，比如说一，然后换到二的时候，身体先不要动，二，然后直接推过去，对。因为刚才你做换到二的时候，你直接先把身体往回，已经开始走了，对，停住，不要动，然后二，推过去，然后三，对，推，对，换，对，你看，就是你要先停在那里，停在那里，等到那个拍子来的时候。再先把顶胯一推下，进去，对，否则的话，你的胯已经在行程当中了，你就没有那个没有那啪力的量，那一下，对，啪的那一下，那个力量就没有了。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先试一下这个胯啊，来，还是先往左边，五六七，走，一，换二，换三，换四，换五。换六，换七，换八，对，这样就好好多了。对，一定要对，练了，一定要等到那个拍子到的时候，胯先停顶在了一那里，下，要然快，后再走。对，
等于说你的手呀，你的手要比胯快就对了。现在你的手是跟胯是同时的。对对对，你看我做的时候是手比胯先到，手比啊，胯先动。对，再来五六七走一，换手二，胯不动换手胯，胯不动换手胯。胯不动，换手三；胯不动，换手四。哎，这个就好看多了。对对，所以好，我知道了。对，所以就是胯要等到那个拍子来的时候，一下子顶过去，一啊，下子顶过去，然好，后只看手，只做嗯，手。开始。五六七走，一、二、三。五、六、七、八，对，看啊，换的时候有对，一点点的感觉是拉黏黏的，你给它拉起来那种嗯，感觉，而不是一下头子到，痛一痛下子到，啊，对，有一个拖的感觉，对，一拉开，二打开，三打开，四对，打开，五。打开了，对，感觉你的手臂啊是带气息的，而不是我一二，对，我是带气息的，带气息的，一二，对，你这样的话，你的舞蹈就会有更有质感，对，就会更好看，对，对，非常好啊，非常好，来，我把这个我们要教的这个小舞蹈，我给大家跳一下，然后大家有一个感觉。好来的，啊，可以跟我一起跳啊，非常简单。背的时候再抢中间。这个很美，嗯。很美呀，老师，你跳得很美，我就怕我跳不上来呀。肯定能跳上来，这个特别特别简单，而且很适合大家跳。对，现看在你基本跳得上很都是我们的基本功。对，把美，嗯。动作纠正好了，大家的感觉就出来了。现在是因为大家没跳过这种舞蹈，所以大家比较害嗯，怕。其实一点是。都不难。对，里面只有3到4个基本功，穿起来剩下之后就是加入你的舞感，你的感觉。嗯，跳久了，感觉有了，自然就跳起来。其实动作都很我简也单。喜欢你那个这张，对吧？我发现你那个这个前后的走路啊，不好走，你那个脚好像不是好这走，么，
么坏啊，前后走。对对对对，这个定你没教我，你没教我。那个我，这个脚啊，步伐其实很容易，把你的腿打直，对，往后走的时候把腿打直，然后身体重点，就它的重点是你身体，感觉你的身体是绷紧的，不能松散。如果松散的话，你跳不出来这个动作。看起来让它看起来是很放松，但其实你的身体是收紧的，对，收紧，然后两条腿都绷紧，它是一个类似于像芭蕾的那种啊，把你的腿收紧，然后整个身体拉起来这种收紧的感觉，但是同时你的手臂又很放松，所以给人的感觉就是你很放松，对。然后先不看手臂，只看脚，对，只看脚，哪条腿没关系，哪条腿没关系，但是先有一条腿在前，一条腿在后。对，然后你的重心在后面条腿上，所以你前面条腿，对，所以你前面条腿是在前，但是你的重心是在后面条腿上，对，然后把你前面条腿画一个半圆，在侧面画一个半圆，对，半圆画到后边，然后换重心，重心换到你后面条腿上 ，OK， 然后另外一条腿在前画一个半圆往后，画个半圆，好，对。会了，所以它是来源于芭蕾集训里的一个动作，就是擦动作，擦地。对，看这个好看吗？嗯，对，这样式的。对，身体，对身体，一定要把身体感觉，想象你身体扎根在地上，然后举动腿，这样的话就会有这个感觉。有这地方小，我家里的地。不够跳的，没关系，迈小步，一、啊、二三，对，迈小步，五六七，走，一、二、三，对，再来，五六七，走，一、二、三，对，我不直，老爱晃，这边乱晃，对，不，所以就是你的身体没有把你整个的身体的核心收紧，这个以后我们再练。对，我们以后会练，就是比如说啊、我们的核心力量会练这种力量，把你整个核心收紧，站着的时候把你的臀大肌收紧，然后肚皮收紧，臀大肌收紧，屁股扎紧，然后腿收紧，大腿都收紧，对，然后保持你的微笑，所以大家看起来哦你挺放松的，其实你整个人是收紧的，对。然后再来五六七走，一二三，好，对，这个慢慢练，哦，慢慢练，好吧，慢慢练，然后我们再把之前的这个胯再重新练一下，先手先直手，不叫胯，对，先往左边啊，五六七走，一，换，二，换，三，换。四，换，五，对，记得手换的时候，把它有气息的换，一，换，二，再来三，四，对，五，六，七，对，然后我们加快啊，还是往左边开始，来，五六七走，一。换，对，先换手，然后再来胯，拧不过来了。来，换手，胯推过来打，再换手，胯打，换，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加快啊！来，五六七走，一二三四，二二三四，一二三四，换，二三四，一二三四，换，二三。对，不错啊，来，我们试着跟音乐啊，慢慢来，
来，准备姿势站好了，小腹收起来，收起来，肩膀，五、六，先指坐胯，走，先往右、左、右、左、右、左、右、左，继续一、二、一、二，身体在中间，二、一、两个，一、二。一、二，对，一、二，一、二，右、右、左、左，非常好，右、右、左，准备加手，一、二、三、四，往左，一、二、三、四，换，一、二、三、四，一、二。三、四，非常好，一、二、三、四，换，一、二，准备，加快，一、二、一、二、一、二、一，非常好，大、大，一、二、一、二、一、二，不错啊。有一个问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动胯的时候呀，头不要跟着，对，对，头不要跟着晃，因为只看的是你的胯，你的眼神可以去看你的胯，对，你的眼神可以看胯，但是你头，对，头不要跟着摆，这样的话会抢你的视线，你的胯让你就不知道，哦，他大家不知道你是在。让你看头还是看胯，所以，对，把眼神可以看，但是你的头尽量，哎，头不要摆。对，对，对，换，对，换，对，换，然后记住换手的时候，两个手都打开，两个手打开。抱起来，两个手打开，抱起来，对，手打开，抱起来，打开，抱起来，一、二，对，一、二，不要太开，一、二，对，一、二，一、二，一，对，好多了，这回就好多了，然后就注意头。头还是要保持在中间，对，二，一，二，一，二，对，好看多了，一，二，一，二，对，一，二，一，二，一，二，对，非常好。然后把胯，看看能不能把胯加上去，对，试着把胯加上去。来，五六七，走，先推左胯，对，一，换手推胯，二，三，对，四，对，五，对，六，七，八，非常好，二，二，三，四。五、六、七、八，对，非常好。然后手啊，往下一点点，对，啊，不要这样式的，对，别都盖上了，对，把你漂亮的脸露出来，对，只是挡在下巴一点点，对，对，这样就好看了。来试一下音乐啊，对。还是先从基本站姿站好，小腹收起来，胸腰提起来，对，然后手臂在两侧打开，对，所有的舞蹈准备的姿势都要这样准备好，对，不能这样站着，准备，对，来准备啊，还是先从左边开始啊，来，五六七，走，一二三，忘了，哦，从头，
好，从头开始，从头我们先开始的两个是一二三四，对，只是顶胯没有手，对，一二三，然后再上，对，然后就加上手了。加上手的时候，加上手的时候只有一个顶一个胯，对，啊啊啊 ，OK， 来准备。对，把准备姿势正好，对，下巴收一点点，对，不错，非常好。来准备，五六七，两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加手，一二三四五六七，对，有一点点快啊。有点快了，我就跟不上了。再来一次啊，再来一次。准备，保持笑容。准备，五、六、七，手，左，左，右。右左左右，加手，左边右边左边右边，对，这回都跟上了，还差一点点，基本上是跟上了，点点，对，但是已经很好了，因为我是面对着，对，因为我是面对着大家，所以可能方向对找不太对，我反过去，我反过去，然后大家咱们一起啊，啊，对对，好，嗯。来准备啊，好，左边右右，左左右右，左边右边，左边右边，我喊拍子啊，我喊拍子，喊拍子来啊，来准备，五六七八，左左右右，左左右右，左边右边，左边右边，对，再来一次啊，就是加手的时候有点混乱，但是其他的都挺好的，来，五六七八，左左右右，左左右右，左边右边，左边，右边，对，不错，非常好，来，自己来一遍，准备，五六七，走，左左右右，左左右右，左边右边，左边右边，啊，非常好，非常不错。谢谢，来，我们跟音乐跳两遍啊，然后、哦、好，准备、嗯、对，五六，先开始啊，来，五六七，走，一二三，就两个，嗯，准备姿势站好，哎，左边开始，五六七，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左边右边下下，跟上了吗？那前面还行，后面那个就是有一点。加手了之后就乱了是吧？用那手就不行。自己来一遍啊，我看一遍。完了。准备，
准备姿势站好，对，下巴收起来。准备五六七，左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左边，右边，左边，右边，非常好，非常好啊！音乐都跟上了，特别好啊，不错不错，非常好。来，谢谢。然后回家呀，回家就练。对，从胯开始练。就练，把你的胯先打开，尽量的对，把胯打开，慢慢练，然后再练你的顶胯，把腿收起来之后，把胯练左右两侧顶胯，对，然后把手对练一练，尤其是换手的时候，对，慢慢的手加上你的气息换，加上气息换，对，一，二。对，加上气息，对，这样就好看了。来，我们拉伸一下啊，趁着身体热。来，还是手臂向上，吸气。呼气往下走，再来一次，吸气往上。来，身体往下走，胸腰往下，对，然后把头低下去，慢慢起身，再来一次，胸腰往下，头抬起来，对，然后把头放下去，手扶到地板上，慢慢起身，对，再来一次，手往前走。对，然后再来一次。好，手臂往下，手臂抬起来。对，再来一次，手臂往前，头抬起来。对，转到另外一侧，手臂往下。开，对，感觉你的手臂在往远处拉长，再来，好，然后把你的身体往下走，用你的肚皮去贴大腿。慢慢的起身，打开，对，身体抱起来，伸展开，再来一次，反方向往下。吸气，好像都伸展，都伸往前伸展，对，撑了，嗯，对，就是最后这个拉伸的动作，拉伸的最主要的就是说，你的动作可以不跟我一样，你可以自己的动作都可以，但是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一定把你的每一个动作，比如说你做的是手臂，那就把你的手臂延长出去，尽量拉长拉伸，对，让你的肌肉。对，让你的肌肉把它肌肉拉开。如果你做的练的是腿，那就把腿拉伸。对，然后
像我们刚才做的是把胸腰往下，头往上，就是让你整个把背拉伸，对，不要弓起来，对。然后如果我们做的是把胸收起来，含起来，那就是感觉你胸前有一个球，然后让你的整个背弓起来，对，然后反方向的舒展开，对，等于说你前面拉一下，后面再反方向的再拉起来，对。